理掉这个讲碟子。方总，你舍得将海海处理掉可可爱的我吗？管家，海海怎么还不？普通人打疫苗。霸道总裁打疫苗。随便扎，我不。总裁，打完会不舒服是正常的，加油。管家，好晕。总裁，你打的是最新的高端。哪尼？竟然给我打没有国际证。当霸道总裁遇到医美总裁。穆总，我觉得你长得不是很时尚，你应该要到我诊所大改造一下。意思是我很丑，管家让他照照镜。还好啊。哦，腰上还带着个丑男人，管家武装直升机处理掉这个医美总裁，还有他腰上的丑男人。当霸道总裁遇到街头摄影师。这是穆总吗？我可以帮你拍照吗？无聊，我不要。很好，这是实事，很棒。你是第一个敢无视我的人，就是这样，招牌。当霸道总裁遇到碟子女孩，总总想吃牛肉卷卷。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长碟子的人。哇，总总，你有好多钱钱，可以买好多草草跟卷卷。管家，海军陆战队处理掉这个长碟子的人。总总，你舍得将海海处理掉可可爱的我吗？管家，海海怎么还不？霸道总裁遇到唱片歌手，听说你是一名唱片歌手，没错，这个音乐制作人我就是一名歌手。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说自己是歌手的人，管家，你看。意外的爱，意外的爱，不好意思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意外的爱，意外的爱，意外之外 ，it's you， 意外的爱。好了，我看也不怎么样。管家，阿拉丁先生，处理掉唱歌难听的那一个。当霸道总裁遇到霸道总裁二，陈总，上次的合作很不愉快。哦，你是第一个，你才是第一个，谁呀？哦，你是第一个，怎么不在家里？哼。别废话了，管家，海军陆战队炸了他！管家，武装直升机在他的海军陆战队炸掉我之前，炸掉他！骇客团队在武装直升机还没来之前，骇入他的直升机。间谍团队在他在我等到还没入侵我的直升机之前背叛。管家在间谍团队还没背叛直升机的骇客团队之前的之前。穆总，你还是太……掐指一算，2021年我在 TikTok 上死了17次，我死了3次。我今年。我一处属于屋冲到镜子先生。嗯，看我干嘛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死了没得复活。哎，管家，海军陆战队处理到木星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是同一个人，如果我挂了你们都好妖。总之，还是谢谢大家的陪伴，点个追踪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如果点个赞、留个言、分个享，我会请管家寄一批海军陆战队到你的家里。普通人喝醉，喝酒是吧？今晚觉得喝烂。古人喝醉，小二，哎，来壶酒。好嘞。霸道总裁喝醉。管家。总裁，来点黑色矿泉水，保护肝脏，缓解时间。非常好用。哦，酒精，你是第一个让我神志不清的元素。管家，原子弹团队炸了所有的酒精。总裁，这样很危险，你手上也有。那你？普通人遇到地震。岩石力，地震很强，很强。地震很强。
霸道总裁遇到地震，上次那个钻石本来是真的，才100克拉，铺地板都不够。谁在慌？总裁是智力症。哦，你这精神阻止你的行为。你是第一个敢当总裁的管家。嗯，医生先生，你不管我，我请了。普通人跌倒，霸道总裁跌倒。你是第一个敢让我受伤的人。总裁，那是你的床。嘘，大人在处理事情。嗯、啊？嗯、啊？哥哥在玩什么呢？弟弟，你的哥哥被人欺负了。敢欺负我哥哥？嗯，这次就先饶过你，下次别这么容易。啊！霸道总裁实验室三。是时候展现我的大鸡鸡了，管家道具。轻轻松松就拔！总裁，我现在就帮你剪开。不需要，肌肉啊！你竟如此的不争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己爆开。呀哦呀 ！2 hours later。哦，肌肉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快点！1、2、3，对。普通人车祸。霸道总裁车祸。大烦恼。总裁，你撞到电线杆了。你是第一个敢挡在我前面的人。电线杆先生，加快。不是啊，我是附近车行的啦。你看，你这车头撞到了，我这边补一下啊。好了，来啊，这样子帮你算一下啊，一共是182000。总裁，别听他的。专业车厂，不用怕遇到黑心不专业的店家。好了，不然1000好不好？1000。不行。穆总，你真会杀价。好摇滚，好朋克，玩家买下这个歌手。总裁，你买不起。买不起。爱之助战队助理。刚刚演唱会听起来开心吗？你是第一个我买不起的歌手，好，收起你的拽，不要惹我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唱一首新歌给你听。别浪费我的时间，是期待雨的闪电。好浪漫，玩家，我也要过情人节。总裁，你是单身狗。单身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老婆。总裁，那是拖把。拖小姐，好特别的姓。玩家，准备婚礼。你真美。老婆，你不能死啊！管家，海军陆战队，处理掉我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